企业是毛泽东主席的老一辈无产革命家为雷锋题诗，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60周年。主要应该是雷锋的战友，我感到特别的高兴，因为应该是一生啊，有60年一就为一甲嘛，对吧？人生只有此一次，而且这个过程呢，从60年代到现在我都经历过，所以说还是啊，我替雷锋高兴。这是雷锋的荣誉，也是我雷锋战友的荣誉，所以说还是在60年到来之际啊，我昨天前天我还到那个是抚顺雷锋纪念馆，雷锋的墓前，我跟他讲，把这个大喜日子跟他讲了个是，毛主席题诗文应该60周年，通过你的精神，影响一代一代的这个是。成长进步，所以说我自己个在确实感到很高兴。哎，同时的话，60年对我们雷锋战友来讲也感到责任。60年来，雷锋和我们战友们为雷锋这个部队争的光。作为雷锋战友呢，怎么办？虽然咱们干的没有雷锋那边好，不能为雷锋争光，但是啊，有一条，不能为雷锋抹黑。所以说个是啊，60多年以后啊，60多年来，我对个是弘扬雷锋精神、学习雷锋，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我第一次见到雷锋啊，这是63年以前，我在部队服役期间。就是也就是说雷锋同志入伍2001年1月8日入伍到部队的第一天，我们列队啊到营口火车站欢迎他们。我们跟部队呢在个是在外等候，到新兵个是那叫大约3点40分钟吧，他们从站内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个新兵队伍当中有个战士，个儿不高，穿着肥大的棉衣，手中提着个皮箱。我感到好奇，所以多看了几眼。为什么是好奇呢？一般个那会儿当兵啊，我们都带着压具或者一个脸盆洗刷用具。一般得是那个，这不像现在个部队个统一发配啊，没有，我们那块儿都自己带的。哎，但是雷锋啊，带个是手提箱，我感到好奇怪。为什么奇怪呢？因为我当兵的时候，说实在的，我要带这么大个帆布箱，因为我是孤儿，全班的家当都在里面。我估计雷锋啊，带皮啊，也可能有故事。所以说，看了看这雷锋这情况，第二个印象最深的话就是雷锋啊，代表个新兵讲话，在欢迎大会上嘛，你们那些团领导、老兵给他们新兵讲话，雷锋代表新兵讲话，我们部队就坐在那些台下。他的讲话呢，虽然是湖南口音很重，有点听不清，但是他是精神状态非常好。因为是在个是因为广场是大个主席台的风很大，有点讲讲以后把他稿应该是挂掉了，他就干脆手把收起来抓到的，就个即兴的发挥啊。所以说看见你比如说他听到了那部队开展4号5号运动，他就说什么呢？什么4号5号？只要我们听到的话，7号8号我们都能做到。大家都也来鼓掌，在哈哈大笑，因为雷锋如啊不知道什么叫4号5号，他认为好越多越好。
实在一下很深感的。所以雷锋同志干啥，苏先生在部队他那个表现啊非常突出的。那份深切就是我们沈阳军区典型。那份深切他就踏别了吧辽宁的大地。来到那个是大连。北到那个是铁岭。这是吉林。东到那个是岱宗。西到锦州。所以说还是那份个深切就是我们沈阳军区典型，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那么毛主席提升以后就把个学那份活动推向了全国。是那份的名字那份时间就传遍了祖国大地了。哎，主要那份从这战友，我们从个是刘烈开始学那份，特别是毛主席提升以后那学的节奏更足了，团里面抓得更紧了，我们学的更足了。因为雷锋出在我们部队，雷锋团怎么办？反过来讲，你是雷锋的班长，你怎么办？要都自己问，都给自己还是提问题啊？那就说是，只要好好教雷锋都是学习，踏踏实实的工作，如是一心行动。那个是，主要是成绩最好学那份了。